想要脚到脚，我给你俩一人准备一份礼物。给你们一人带了一套护肤品，但是你们也看到你们经常，哎呀，我拿不出来。哎呀，擦鞋子了都，擦鞋子。妈，擦鞋子。妈，来尝尝吧，来尝尝。一，哇，那么多，对，一人一套。我的天哪！哎，我的天哪！你说你敢带这么多？这都是什么？我一会儿啊，看不懂。这个是凝霜，你这个是一套，这个这四个是一套，这是给小娜姐的这个，哦，前面可以，这个是个洗面奶，这个，这个是个柔肤液，这个是个护凝霜，这个是个羊奶霜，都怎么用啊？你拆开我给你说怎么用，好，这是抹了漂漂的，你想抹吗？你想抹吗？我呀，你他可气着嘛！你上次去我们邻居嫂子家玩，他把他那个洗头膏，我没看到，把那个洗头膏挤了一手，然后抹在他脸上。妈妈，你看我漂不漂？你问我香不香？你也想抹呀？那多才呀，你抹吧。好，你抹抹。这个你闻一闻，特别的香，你闻一闻。这个是早霜啊。嗯，不能用，用完之后你不可以，你不可以，宝宝，你闻，你不可以用，香吗？香不香？哎，我给你抹上，抹吧，抹吧，好，抹吧，抹你手上，来，抹抹。你看，它这里面有那个金箔，它闪闪的，这是金箔，就是抗衰老的，这个是。啊，抗衰老的。抹吧，抹抹吧。我们平时都不太注重这些东西，因为在农村啊，天天下地呀，干什么的。对，这么用，这边。啊，那它这个。哦，这样。你看它闻闻。啊，你们老师闻闻。哎，好，把钱还没搞开。这，给我这个就是。哦，这个等于说这个是底。哎，对，它这么站着，它那么站着。啊，我拿反了。啊，你看看啊。啊好。你看看，摸摸，你摸的，你给我放了，你摸这个，你怎么摸啊？你看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你摸一点点。哎，用他仨，晚上的话用他们三个。哦。那你摸了了。哎。你摸过了，已经摸过了。让让，漂不漂？来，我给你摸开，来，我给你摸开，过来，来。这么小多暧昧哈。过来，他学我呢，你看他学我呢，这样拍拍。嘿，我觉得你皮肤变得好好，变得好啊，变好很多。我现在也很长时间没去弄那个面膜了。哦，就是在店里做面膜。你看，这痘哈，这个就是专门祛痘的。这个祛痘的。这就是祛痘的。一份心意，对你们的一份心意，太贵重了。我在那个时候刚开始做完就可能是冬天吧，那脸会冻住，但是现在呢，我感觉在现在你们的皮肤都变得很好了，是因为那个还好，嫂子要白一点，嫂子现在就是晒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牛不拉。跟俺妈带着闺女去工地了，说的看兜收到哪儿了，结果这几个马上收住俺的了。不能下一次了吗？都收了。中间的经验站那边的，车刚碰住了，他刚碰住我了。Thank you.
么多呀，这地形。他说说这里窝了，收不住。你看这给这卷卷的，就是窝了，窝一窝了不好收住。嗯。你看，你看是不是？你看咱那高的高，低的低，弄针线一低兜。你看可累乎是啊，是吧？才不是八千呀！哎，那你他一公里低，他走的慢呢，他就连八千他再走，他咋会八不千的？看看这走的慢一点。哎，他开太快了，俺们连老我说的，我说的，我说的，他说他那里兜倒了。嗯，气死我了！你看这这一低是个事。就是不说这弄那会的庄稼分的老可心了。哎，你看看。那人家讲信用，你看我给他，我说说，我二百五不好听，给你二百六。哎，给二百六收着地找呀，收着地找你二百加给他，他就中吧。啊，还收着这个事儿，还二百六。那你咋弄嘞？收了了？你看现在倒了，倒了他要是走难点，也不会拔这儿去。这干面等着挺吃到味儿了。干面人家就。有空就来这捏了，你瞅瞅，你瞅这豆根儿，它这成坨子都捋着。吃了，喊他，你要快点呗，快点呗，走回家，小妞姐，快点走，小妞姐，走，赶紧，你二婶，走回家，给他喊一下呗，喊啥？小妞姐，快点走，哈哈哈哈哈，你妞儿鱼死了，坐这歇会，我想着你娘俩不来了，家跑跑了，这里个啥个大枪没，司机给支枪，好好，妈妈在弄车，还有个车来着啊，俺走着弄开个车，好好，好，走到那车给你娘开路。好吧，人家就该给咱吃好了，慢慢走吧，咱快点走。大家好，今儿中午觉得好吃的，好吃的。那家烧菜来不让咱饭，堆出去了。去哪儿啊？我都不知道上哪儿了。回来一看，啥没了。这过有点切菜也怪有几副啊。可能想想我天天买肉吃的吧，菜都没了。你这算剥的可以啊。这都什么东西？有肉吃吧。算就是一洗一拍一不念成事。
下个旁边，要不先聊旁边。面上给你摔，对，那不别让旁边吃也没的。你旁边，等到你旁边吃啊。你没人说啊？说呀，没说他就想说。什么肉啊？有把肚子里。这发型超的比吃肉好看。应该是。咦，这肉这里边都是黄。你这是好东西。这是啥？香味蟹黄。蟹黄。咱们那个虾，你说的蟹黄。嗯，真的这超级好吃。早吃了吧。这人。啥子？还能说啥形容？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？你刚才说拿着墨去了？我说你拿着墨洗手去了。对呀。对，我俩那么吃的，哪上了？老赵某，知道吗？兄弟，没事。来。行，好。你好，没事，我来。我呀。女朋友。嗯，女朋友，不是，这吃可硬，你往这慢点。哎，前的速度，都加红了。我这感觉也加红了。